我以为过了这么久，你已经放下了。那你放下了吗？你一直不肯放下对规则的执念，凭什么我要放下那件事儿？一航，吴一航，你可不要吓我呀！吴一航，我知道我们不听话，你可以打我们骂我们，但是你不能这样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吴一航，吴一航，吴一航，你别晃我！你说什么？